来关心天气，马鞍台风虽然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，不过气象局特别提醒，从今晚开始，马鞍逐渐的影响到日本，冲绳群岛首当其冲，很可能会影响到往返日本的航班，所以有计划要前往日本的旅客要留心航班的最新资讯。接着我们来关心7月19号星期二，全台各地以及世界各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。